好，第三，虚劳病从何起？七情伤上损是归脾汤，二阳指下损流防为耳伤，元阳亏肾水，肾水亏六味米，元阳伤八味使各医书记指此肝药调回身体健中汤精溃胃。属欲丸风气以这虫丸干血以二神方能起死。咳嗽第四，气上腔咳嗽身肺最重，胃非轻肺如中状得名风寒入外状名老损肌内状名水至外六安情水至内虚劳沉血水气小龙平间遇火小柴青将细胃一起烹掌沙把气而精疟疾第五虐胃病属少阳寒与热弱回翔日一发一无伤三日做事猖狂治之法小柴方热偏盛加清凉寒偏重加贵将邪气盛去参凉长山木力被强大虚者独参汤单寒聘礼中方单热蛋白苦想法外法变为黄消阴抑制阳光太枯助肾勿旺痢疾第六湿热伤赤白痢热肾湿赤痢日湿肾热白痢坠掉行真虚切忌少药汤热肾耳脾胃加寒湿湿热不休死不治痢门方皆所忌胃隔头骨斜出外疏通内畅碎加盐疏毒的秘欲亦存骨精溃心腹痛胸痹痹七心胃很有九种便虚时迷轻重痛不通气血壅通不通掉合缝一重痛乌梅圆二柱痛苏合炎三气痛香苏砖四血痛失效先五气痛妙香泉六食痛平胃间七隐痛二沉咽八冷痛鼻中泉九热痛精灵泉腹中痛照诸偏经肺法可回天诸方论药泉泉右胸臂非偶然泻白酒尿转眩虚寒者见中田隔食反胃第八隔食病津液但胃晚必古时难食咸法左归餐胃阴窄分门宽其隔以比一般推至里冲脉干大半下加一安筋溃力仔细看若反胃时可看潮入土分别看法火化属虚寒饮毒复丸六君类俱神丹气喘第九喘促症治分门五黄肺指真元阴埋肾龙雷分时喘者痰饮元停力饮食早汤青龙肺彻其翻虚喘者五而温桂林类肾气润平冲溢泻分屯真五剂治其源金水五主朱坤六君子尿难言他标记望本根血症第十血之道化中焦等冲任中盖焦温肌奏外逍遥六迎宾筋道遥以表散麻勺条七情病亦如潮以导法草将调温射法以中超凉泻法令淤消赤肉散下血标若黄土石翘翘一切血此方饶水肿第十一水肿病有阴阳变清利阴水阳变短缩阳水伤以脾以原化方凉水肾加通房阴水肾加味姜汁十种果止伤之虚肿参数凉煎喘促蒸五汤从俗好别低昂五水变精溃降五天手十二方煎丝道路炎凉胀满五胀第十二上胃病变时虚气骤至七气舒满聚按七目切胀壁痛三目除作虚胀且踌躇中央见四旁如餐竹点大地鱼丹腹胀时南竹山风挂指南车一中指背君珠
属震第十三。伤暑病动静伤动而得热胃央六一散白苦汤静而得喜贪凉恶寒向热于肠。心烦便切莫忘香苦饮有专掌大顺散从正方生脉散九福康东元法王气伤。杂说起道五章过经运祖重师太阳病止在资金脉变标本麒麟正变法外司方两出大神奇谢谢第十四湿气盛补泻成胃名散绝宫红湿而热连形成湿而冷于复行湿邪积屈察疑虚兼湿参复临皮肾泻尽天明四神服务分更横法外内经经常刚说得其情泻心内特丁宁眩晕第十五眩晕症皆属肝肝风木香果肝风果动两香果头眩转眼分繁虚痰火火各分关究其指总一般痰火抗大黄安上虚肾入浓参欲下取求其端左归于正元丹呕月土第十六呕土月金先主会二臣加十一味御寒金南仿佛小柴土少阳味无诸于平酸味食以土味各备黄草汤下其气食不入火开味黄连汤味精味若恶逆带者会癫狂前第十七重阳黄重阴癫静阴向动阳宣黄多食痰疑捐边虚发食补天呼处莫嫌病然五处状土痰咸有生病力碎黏火气抗毒会平痰积木丹凡川三正本厥阴签体用便标本千伏所主所应先收散故逆从联合中气妙转眩悟到此至力全五灵龙必赤白浊遗经第十八五灵病皆热结高时劳气与血五灵汤是秘诀败精灵加味错外冷灵肾气焰点滴无名龙闭气倒掉江河绝上窍空下窍泄外窍开水源早分泌多一变错浊右疏窍道别前以头经月部肾套痰里皮克分清以左黄柏心肾方随无坠若遗经令有说有梦遗龙感折无梦遗时犬射坦于交易不切善气第十九善任病归绝阴寒金水气血循无出入腿缓马喘至气井月针五灵散加减针回香料者阴灵痛不以虚喜灵痰饮第二十痰饮原水气作造湿分至痰月四以明以斟酌参五脏气凉度补和宫室强弱十六方各早早温药和魔反约阴霾除阳光浊滋润流十一错蒸五汤水归鹤白散方归秘药消渴第二十消渴镇津液干七味饮一服安心匮乏别三安二阳病治多端少阴病肾气寒绝阴病乌梅丸便通药燥热餐伤寒瘟疫第二十二伤寒病疾变千六经法有真传头向痛太阳边胃加食阳明边劝苦偶少阳边土力痛太阴边但欲内少阴边土有可绝阴边长沙论探高坚存精液是真权汗土下温清玄五味刚刚而圆规矩肺积经二乘上九味寻香酥外平味灵汗源和号真阴邪传遍病日生目击者时痛心一一法脑后真作瘟疫治相逢
通顺善良解求六法被捍卫有达愿以内其有私定者勿逐流。妇人经产杂病第二十三。妇人病四物良月性准体自康健早治药无良健时至重贵将作杂治气血伤。归脾法主二阳兼郁结消摇掌肿郁者及此祥经闭塞禁闭黄郁三月六均常。安胎法寒热伤难产者保身观开交骨归胸腔血大下骨血汤脚小指按火阳。胎衣阻失效高产后病生化将何诸说句平常资物问义勿忘经而逆掌杀事。妊娠偏丸散七桂枝汤列第一副半江空超意内十方皆法御气后偏有神术。小柴徒手特比竹叶汤风静及阳蛋汤菇与脾腹痛调虚降息羊肉汤菇痛事。痛满半秋只食着其痛下瘀及痛而板领热至公良师无故必杂病门还手足。二十方效具素随正祥南西度为温经带下服肝脉汤脏燥服尿道验效可无。小儿第二十四。小儿病多伤寒至阳体邪易肝烦发热太阳关热胃不便多端太阳外呼吸细看。尊法治为儿安若土泄求太阴土泄肾便风盈慢提说及此时阴阳症。二太清千古秘理欲生及斗诊此喘心为同治度金针。相关资料历代汉字间假结构方言调查字表南十字会总检视中国古语大全饮食三十二反歌全文阅读平水韵表完整版教儿经全文阅读中华礼仪用语大全佛教三字经全文阅读道教三字经全文阅读常用中药药性歌诀民间通用祭文大全结婚年限的称呼各国币种符号大全中国别称大全中国古代时人数中国军衔本级图片集简介中药药性口诀大全词牌名大全汉字五行属性查询化学元素周期表人体各部分名称汉字编码简明对照表天干地支对照表温馨提示与大全中国姓是起源大全中国车牌号的识别大全2013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日韩800共用汉字表图工具导航在线语典范一词查询进一词查询先后语大全言文唐诗把手腕中文转拼音简繁体转换语文网版权所有在线汉语字典这 ICP 被0501-9169号http://xh.5156.1u.com/h/2010n/
2061J2031.html 等于在线新华字典，按部首检索，按拼音检索，佛教三字经全文阅读。佛教三字经，明崔焕老人原著，清印光法师修订，杨仁山居士改编。印光法师序言所述佛教三字经的主要模式，略叙如来向生成道说法度生，列祖续佛会命，随机施教，及与古德自立利他加严一行等事迹和法理，世人通过诵习释文可知佛经之要义，明祖道之刚宗，其最终的意义是在后进之发心造修焉。这是日本佛学入门书主要内容，是文的形式，提切佛法的主要精神，辨析佛学的基本意义，介绍佛教的主要宗派等。佛三字经最初是由明朝天启年间东周周据于四吹万老人是广真教祖明先三字经而作，书中注了如来降生成道说法度生，列祖续佛会命，随机施教，古德自立利他加点一行，书名为是教三字经。当时有修长老为此书作注释，近在普陀迦山印光大师重新定修改，把原文改正了十分之三，注释改正了十分之七，后由杨仁山居士将新旧两本佛教三字经重新改作，使法门更加备理更加周详，改名为佛书学课本。依佛教起源，依法界升起，无始终，无内外，强力名为法界，法界性即法身，因不觉道无明，空色现即分三世间，从此生迷则凡，悟则圣，真如体虚心正，二正道佛，正者是大悲愿是难生处王宫，求出离业于尘人不知，知雪山谷六年间，从定起出山来，坐树下心静开，天龙起魔胆落，睹明心成正觉，起教传道，起大教说华严，沙城海现宝莲，命犯不能听，引尊特显列印。